HelloTalk 致力連接全球外語學習者，讓外語學習變得更輕鬆有趣。我是 HelloTalk 創始人兼 CEO Zachary， 出生在中國海南，香港長大，留學美國，之後在韓國工作。多元文化的背景帶給我全球化的視覺，所以創辦了 HelloTalk。 我希望每一位語言學習者就可以接觸到外國朋友，擁有真正的外語環境。自13年推出以來，深受全球外語愛好者的歡迎，至今已經擁有超過1200萬名用戶，並在2017年獲得了 Google Play Best of Social 的獎項。開發一個全球化的即時通訊 App 難度非常之大， Google Play Console 幫助我們大幅提升 App 的品質。 Angel Vitals 幫我們提供了精細到每款手機型號的應用表現性能數據，讓我們可以迅速針對每一款手機作出優化，減少崩潰，提升整體用戶體驗。通過 Angel Vitals， HelloTalk 將即時應用未反應的記錄減少了 60%，同時 APP 完成率都減少了 95%。 HelloTalk 借助 Subscription 建立了穩定的商業模式，在推出 Subscription 模式後，收入比過去一年增加了 3.5 倍。 HelloTalk Subscription 的續費率接近 75%。 另外，我們針對用戶自動續費失敗的情況給予了7天寬限期來解決付款問題，使得我們多恢復了約 13% 的 Subscription 用戶。另外，在提供了 Play Store Subscription Introductory Offer 后，短时间内我们的收入增加将近三倍。HelloTalk 从第一日开始就是全球化的交流平台，用户可以同接近200个国家的语言伙伴学习交流100多门语言。通过 Play Console 的数据分析，我们发现日韩两国用户的留存率远高于平均，促使我们在日韩两国本地化的语言和运营做得更精細、更優秀。借助 Google Play 平台， HelloTalk 的應用商店評分從 3.7 提升到 4.3， 堅定了我們使用新技術提升用戶體驗的決心。我們衷心希望每個人都能流利掌握至少三門外語，有來自多個國家的好朋友通過 HelloTalk 體驗多元文化交流帶來的美好生活。